本周导师考核，汪峰梦想班风云再起。从他们之间选出一位是最痛苦的角色。我不会再哭了，我只希望我有这个机会。很想继续的留在这个舞台上。一场激烈的抢人大战又要开始。Yes! 汪峰跳舞就是像过年一样的感觉。我太激动了，我很喜欢你，到我的队。周五21:10，导师考核第二战，汪峰战队热血来袭。